主料剩面包三块，辅料鸡蛋两个，牛奶150毫升，白砂糖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好材料，鸡蛋、牛奶、白砂糖混合到一起，搅拌均匀，面包切小块，把做好的蛋液淋到面包钉上面，按一按，让面包吸收蛋液。烤箱预热200度，入烤箱时转为170度烤半个小时，成功了。好味道丢，烹饪技巧，蛋液搅拌均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